这个是真的啊，火星哎。对啊，火星。这个是火星，哦。就是它这里，可是它这有一个洞啊。火星跟地球很像哎。对啊。但是它就是少，都是二氧化碳。是这个嘞？就没有那个氧气。这个嘞，这个东西。是它的山啊。山。对啊，它是火星的峡谷。哇。可见火星以前也是跟地球一样哦，哦，但是它后来都变成了二氧化碳，不一变成不一样的吗？都是因为它没有植物了。植物？对啊，为什么会没有植物了？这我也不知道哎，要去研究看看。是哦。对啊，它整个都干涸掉了，也没有水。那我可以丢水给它。那也没有金苹果哦。所以不是金苹果。对啊，然后这里也没有 Seven。也没有溜滑梯哦，也有幼稚园哦。也没有放屁哦。对啊对啊，没有放屁啊，因为一放屁就飞出去了，因为外太空了。在外太空，因为没有重力啊，是哦，所以你一放屁就不不不不就飞走了。哎，好，那再看哪一个？我们这个看完，等一下我要准备看恐龙来了。你啊，爸爸，我喜欢土星，还有水星。还有水星。爸爸，为什么这个？里面有鸭鸭，还有游泳池啊，土星在里面。嗯，他就是说土星，他有一个土星环啊，就是这个圈圈的意思啊。圈圈。啊，然后周边有一些卫星。有呼啦圈。对呀、啊，很像呼啦圈，对不对？对。不是假制品。不是假制品，对不对，爸爸？假制品是谁啊？老爸。蒋志平是老板。这个，哇，这里还有银河哎、欸。对呀、啊。这每一个亮亮的，就是代表这样一个星球。很像哪个啊？就是有很多颗星球，所以它有数不清的星球哦，很多很多。那个是卫星。我说这个东西黑黑的。那个是小行星。小行星。对啊，小行星就是在宇宙里面飘的比较大颗的石头啊，就是小行星啊。哦、像陨石吗？对啊，跟陨石差不多。陨石差不多。对啊。嗯哼。嗯哼。我忘记了，我忘记看恐龙时代了哎。那你把这两本书弄好，我们来看恐龙时代吧。耶！好，要收好，下次再来一起看书哦。好。那你再来跟我说火箭的历史哦。好。恐龙时代。哎，那本两本书要收在哪里？要放好，下次我们才找得到。好的，要看恐龙时代了吗？要。那恐龙时代会放屁吗？恐龙其实也会放屁耶。不会啦。它也还会大便啊。不会。真的，恐龙会啊。上次哈蒂不是说这是恐龙的大便？哇，很大很大。啊。它要在里面找恐龙的羽毛。它吃掉的那个恐龙鸟类，好。可是会不会被恐龙大只的恐龙吃掉？会呀、啊。会。对，那你要看了吗？要。好，预备。好。